仰头45度，要对他表现出崇拜的目光。你看这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5秒对视法则。 怎么了？准备侧头45度，眼神向上。穿成这样干嘛呀？公司的事处理完了吗？什么味道啊？要表现出崇拜的目光。哦，我就知道难不倒你。啊？你哎呦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 你喝酒了？点点。你本来就不能喝酒，干嘛喝酒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对视定律过后，就要用言语暗示两个人的亲密瞬间。哼，什么对视定律啊？ 这是我心里的话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难道这叫心有灵犀？心有灵犀，哦，不能喝酒就别喝嘛。嗯，真的服了你了。 嗯，微风在城市降临，相思念。思乐，嗯，知道你在干嘛？知道啊。 我要是不这么做，我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我？啊！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这是吗？ 喜欢。妈妈，我们去幼儿园了哟。
睡觉，不要打扰他。我们去上幼儿园了。其实吧，你知道你在干嘛？我喜欢你。他用发脾气来保护自己，代表他很脆弱，越拧巴越在意。可是我该怎么重新跟他表白？萱萱，晨晨，早安，快来吧，我们准备上课了啊，收拾一下去吧，宝贝。不是说约公司聊吗？怎么约这了？宋总，你想让我加入茂林，不得多了解了解我。你吃东西的口味跟一个人很像。是吗？是思乐吗？晴天。宋总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应该相信您的太太，你也应该相信你自己。况且在感情这件事情上，我从来就不是你的敌人。老板，帮我拿碗跟他一样的。好嘞，谢谢。今早法务给你发的入职合同，你看了吗？嗯，看了，还携带了 KL 品牌入驻的条款。以你的资历，搞定 KL 的业绩应该不难。但怎么让 KL 与其他的品牌共赢的同时，吸引更多大品牌入驻，这就需要你费点心思了。宋总，你是想把我身边所有的资源都给搜刮干净啊？你可真是个生意人。来，尝尝。你刚说的那句话，我暂且相信你一次。哪句啊？宋总，你放心，我做事儿一向很守规矩。我有个表弟30岁，要不介绍你们俩认识认识？不好意思啊，姐，我比较喜欢弟弟。弟弟，老师，我不想吃青菜，我想吃肉。蔬菜多好吃啊，绿绿的。老师呢也最喜欢吃蔬菜了。你们别老单吃我兵线了吗？我要买装备，我要钱，听懂了吗？我缺钱。喜欢绿色，而且喜欢弟弟，还缺钱。晨晨，好样的！你找谁？请问黎星在吗？黎星老师，有人找。谁找我啊？姐姐。你干嘛？谢谢你姐啊。花、蛋糕、眼影，还有口红，也是绿色的，很难买的哦。姐姐喜欢吗？你能好好说话吗？哦，对了，如果姐姐不喜欢现在的工作，也可以辞了。什么？我可以陪姐姐找工作。